名叫张鹏鹏，当朝兵部尚书之独女。要穿越我也应该穿越成风流公子，怎么还穿上人妖了？一个贵为太子，一个身为王母，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兴师动众，凭借什么闯过？自从上次在江北大营你设计杀害我之后，我就恨上了你，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我会容你、纵你、宠你、爱你，直到你愿意牵着我的手，与我并肩而立。遇见江华，去看见小明和张玲玲，你当傻子吗？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想给我定什么罪名，痛痛快快的来吧！如果当初娶你的人是我，事情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？只知道不久前，这儿那位被赐了一壶酒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北梦与南下对立，所以朕有意要免之。